抓了抓了抓了，我的小朋友，结果完全像泥鳅一般的躲过。徐伟泽要去抓，先抓袋子，结果九秒的时间，球交给子谦，再交给加油，红姐。全明星红队神话49号上场，有洋葱、蓝队全攻菇、前姐放话介入训练。最后一棒就要让观众看看什么是台湾最飞女人。全明星本周三队混战，红队包走铅球、带式橄榄球、游泳300公尺接力则由红队拿下。蓝队的两座奖杯数停滞不前，林嘉佑身为50公尺游泳纪录保持人，也因为无法带领团队获胜落泪。现在林嘉佑心里很焦急啊，子谦快过来，快过来，快过来！林嘉佑已经游过20公尺了，嘉佑能不能够追上这个距离呢？这个距离真的很远，冲了上去吧，林嘉佑一倒换四倒了，他现在必须要尽全力往前冲。子谦在玉成心。只剩下10公尺的距离了，现力在望了，林嘉佑应该是追不上了，运气真好，抓住了终点。压力大到现在，对，很棒啊，没事，很棒。对啊，很棒，压力太大了啦，你们这样不行。虽然说我那时候可能情绪有点点。有点哭，有哭啦，有哭有哭，但是有那个算是我舍不得我的队友。我们在那一刻，我们真的变成一个 team。啊，终于到了我们选队长的时候了。所以我们嘉佑7票，然后就是我们的第四季蓝队的队长。Yeah! Yeah! Yeah! 就是一直都没有当过这种领导的角色，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可以。红队也同样团魂爆发，虽然汉之抱病请假，团员们仍把他的背号49号带上场拼搏。抓了抓了抓了，我的小朋友，结果完全像泥鳅一般的躲过。徐伟泽要去抓，先抓袋子，结果一个袋子都没有抓到。但是橄榄球赛三队混战各有亮眼表现，前姐甚至喊出鬼子暂停，暂停很旋转哦。我们刚刚也是2-1，所以你这一球最后12秒，我一定要进这个球。好，那我们刚才就在很近的地方，可是你只能最多，我在想带最多2传，你就要冲了。好，9秒的时间，球交给子谦，再交给加油，又感动了，哎，又感动，哇，哦，爸，刚才最后一个是决心，哇，这个太帅了，哎，帅爆，你们好棒啊！总是被嫌不听话的蓝队，这回啊在12秒内拿下制胜分，以3-1击败红队。不过啊，黄队气势如虹，最终赢得带式橄榄球项目，连第四位 MVP 都包走了。我讲的是全场一啊啊啊！我对自己也是刮目相看，真的我没有想过，因为我游泳。就是很烂，然后所以能拿到 MVP 我真的很不可思议。那我对我自己铅球的成绩我也蛮满意的，因为我自己练习，那真的是我没有值过这种成绩出来。那最后带式橄榄球一直是我们最想赢下来的项目，真的是狂练带式橄榄球。蓝队没有拿下这一杯真的很可惜，像过去几季我讲实在是可能只有喊啊叫，我不会有这么多的想要介入在训练上面，可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在这一季我可能会多一点点我自己过去在教练经验上的东西。